祝伊信众大家平安。行天宫精选烈性宝经合册中的经文，跟大家分享生命的智慧开始，期盼世人拢会当实践观圣帝君的传世名分，以及圣分八德，建立正确的观念，善用正向的语言，保持正当的行为。如此一来，咱会当行在人生正确的道路上，福慧相随，合体盈昌。今仔日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，出自《玉皇上帝奉旨救劫宝经》。这段经文是《净思经中义》，观圣帝君传世名分，读好书，讲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以读好书为首，因为读好书会当学习正确知见，汲取他人经验，进一步开拓心灵视野，领悟做人处事的道理，帮助咱明辨善恶是非，为人生带来真济助益。观圣帝君在世时，平时就喜欢研读春秋，并实践诸中大是大非、忠孝节义的精神，终身奉行八德，为人间立下永不磨灭、永远流传的道德典范。所以，行天宫观圣帝君宝相手捧春秋，就是在启发世人，除了爱读好书、充实人生以外，更加爱贡献所学、行善助人，效法观圣帝君成为道德良知的实践家，力求落实书中良善正理，提升生命层次，成就人道八德。行天宫精神导师显空师父以观圣帝君为师，受到观圣帝君传世明圣经的启发，了悟修心正道的真实义理，放下小我，无私奉献，全心全力投入建设行天宫三宫，完成弘扬圣教、度化众生的大业，期盼世人拢会当亲近体奉神明教诲，勤修善德，断除恶业，并会当离苦得乐。所以，真正的好主经典会教示咱正确的立身处世之道，帮助咱培养正知、正见、正思维，以及温暖慈悲的心胸。期盼大家拢会当深切体悟，并将这道理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涵养智慧清明的心灵，培养包容他人、开朗开阔的心胸。更加爱进一步推广好书，让众人拢会当接受思想的熏陶甲教化。那安尼，咱的社会就会因为良善的知识甲智慧的润泽，变甲更加祥和平安。期盼大家拢会当发扬善性，提升道德，保持心灵精神美善，让咱的人生、社会拢会当更加和谐平安。